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PTS 的特约报道员，我是阿 Vic 肥店长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介绍一些头盔，是啦，就好像现在头戴着这个 M-Tag 啦，还有 Ops Go， 再加上其他头盔的配件的。嗯，那这个是M-Tag 的话，那分别有什么折啊？那分别我现在介绍一下它们有多少折啦。嗯，好啦，首先现在介绍一下 Ops Go 这个牌子，分別是有 pump 和卡磅，他們的折都是85折的。嗯，到 Pinsentech 這個牌子了，現在我們都在做85折的優惠的。到我們比較少講啦，就是 Dryfire 這個頭巾。 Dryfire 這個頭巾呢就有9折的。是啦， Dryfire 這個牌子呢本身都是用一些抗火的物料去做製造的。如果說例如打 game 那些怎麼呢，打 game 其實呢它因為本身都比較物料上比較薄、所以你戴了上去都會比較舒服，不會有焗促的感覺。哦，還可以抹汗添，即是打得下我的 game。 頭盔那方面呢，這個是 M-Tech 授權 PDS 去製造的一個頭盔，都有9折的優惠的。它分別有黑色啦、沙色和一隻綠色的。介紹完頭盔，它本身都有其他的配件的，都在 PTS Steel Shop 裡面都可以找到的。那分別是墨魚嘴啦、旁邊那些 Well 啦、魔術貼和裡面那些軟墊的。好，如果這麼多位朋友仔都想選購的話，記住一定要在5月31日之前上來 PTS Steel Shop 選購啦，因為如果過了5月31日之後你們都想買東西的話，就只可以上回我們官網買啦。但是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，都可以在現在這條片下面留言，或者去 Facebook Inbox 阿肥問問題的。嗯，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，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記住 CLS 啊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